叫谢圣言。我小时候呢就很喜欢看这布袋戏，那有一次呢在报纸上看到说黄进雄要在那大甲镇南宫那边演出，那我就跟其他的朋友去大甲看，那看完之后在后台呢找到那黄进雄先生，我就问他说能不能到他的录影棚那参观，那他就说可以，那我就跟我朋友去。他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我们这里有在征收这个操偶师，那我就很高兴的说我也可以啊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布袋戏，我之前呢在里面都是当操偶师，后来一位道具师呢就是没有做了，没有做，里面的一个师傅呢知道我都会做东做西，做东做西啊那样，啊，所以讲伊叫我看要怎么做也是坏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来试讲做这道具，啊，做了伊讲安尼袂歹啊，啊，无道具就换你做，啊，所以就从遐开始就开始讲接受这道具。我即摆做的道具拢全咧做面戏，就是外口场的，啊，外口场的甲龙眼平的较无同款，因为你外口平的你都爱。轻啊，就用哎，啊你啊内场的，因为较尾来的戏吼，拢较局部的迄落，啊，所以你该做较精致。其实就是为人讲，我咧做的是做啥先啥，因为我若做一项物件，我就是拢会看图，啊，还是有当时啊去买迄落迄玩具模型来看，啊来做。你像迄章鱼。章鱼先啊做啊啥，就是做，就看迄个模型落去做，拢做一挂奇形怪状的啦。哦啊，有当时啊就是自创的，自创有当时啊用布、用海绵落去做。以前咱迄个红啊头是用茶壳，啊咱现在是用迄个皮囊，用皮囊包布，啊落去做会较轻，啊较大粒。你若用茶用小大粒嘛，真贵。啊，都歹刻，啊，都重，啊，所以咱这個好处就是会轻，啊，都会堪咪想，啊。我之前伫迄个做的时阵，是做一了个酒脑，酒脑伊是做目睭的面，啊，目睭人对360度的转，啊，嘴对动，迄是有史以来布袋道具做目睭的面，啊，目睭人会转的，啊，这是头一摆。所以这嘛是我的杰作啊！这种物件就是要你家己接看人做，啊，无人迄西西嘛袂使你教，哎呀，啊，我拢家己做实验，做试验，啊，做研究，哎呀，啊，大部分拢是家己研究出来安尼啦，哎，啊，足少讲师傅带你教。我正想来制作一个地图，地图啊外带哦做变景，啊先来彩绘给大家看。按说首先，咱要彩绘这是青色的这荧光漆，你外口场拢用这个荧光的电绘，啊照伊的反光，啊所以讲看起来真水，啊所以外口场拢爱用这个荧光漆。咱要袂擦的这個部分，就是要擦白色的，安尼增加伊的色彩的迄个较多元化呢。到最上就是单搭，叫做丝仔鱼皮，叫做鱼皮安尼。单搭了，都用乌色的都了鱼皮，鱼皮啊，等下咱就要做脚，要到这地肚的脚。啊，即摆来做这地肚的脚，啊，这布已经扯起来，啊，咱只先来遐加起来。
嘿，嘛是用家己车的，啊，这种布嘛是用阳光布，甲咱那个擦干款意思。伊来往顶照的，啊，就会翻滚。啊，你啊加好，啊，先爱来平平。成更爽的。咱即摆用乌的倒来啊，试下个一下。咱乌色部分试下个好啊，啊，咱即摆准备来倒伊个脚。咱开布套，你要穿这个目镜。现在这地图完成了，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些外台用的这个道具，人家在变景。这个就是他们都用那个三尺三的身躯，啊，以前在做都用茶客，茶客的都太重，啊，所以现在改用这个皮囊越做越操作，啊，才会快活。因为这粒，只要因外台咧用，就是拢做爆破，只拢会去煎迄个火药啊煎落，啊，灯插落，啊，就爆掉，要爆炸头的。啊，这就是即卖较流行的 Q 版，啊，这嘛是用皮囊咧写，啊，咧裹纸咧做的。啊，这个历史就较久啊，这台车有30年有啊，这嘛是用皮囊刻的，这是以前巨龙电视内面有一个角色叫阎王赛，啊嘛做改这条，啊所以你也就封这条起来。先观光是我家己想家己自创的，啊这正价嘛是用我家己做的，就是用做一挂。用帽子在做，那个做会送放家，还是放对拢会使。
按只只马，这都唔是用皮囊啊，这用迄纸糊的，像人咧糊狮头安尼来糊，啊，但是这啊上边爱夹起来，啊，就这样做到关节的震动。困难所在就是咧重的部分，即个接的部分。啊，你啊接了无细，伊即有当时啊重的，会怎啊割掉的？咧关节就看伊买啊，伊的关节迄落，啊，即拢有做圆的，咱的部分咧叮当，啊，即较会顺，较袂安尼结结安尼。挂银黄金是汉寿，遥望神行万道环，马蹄赤兔行千里，刀下赤龙寸武关。我是翟兴欢，本人布地上界赞。